继续有艺文活动的消息，桃山人文馆馆长林水霞二零零七年征收永北母二楼的老厝，各处因名当中的一个字，成立桃山人文馆，不遗余力推动各项艺文活动。日前特别邀请到旅居法国多年的艺术家陈基祥，举办以世界亨林艺术赏识为主题的免费艺术讲座，吸引不少的民众前往参与。坐落伫咧高雄南路巷仔底的桃山人文馆，原本是退休的高中公民教师林水霞的后头厝。伊伫咧父亲林定山、母亲陈桃过身了后，先伫咧2002年完成老厝的整修，各处副标签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合成。桃山不想提供伫旧厝来举办伫各式活动，成为社区的艺文中心。在日前，伫咧法国旅居多年的艺术家陈基祥特别到这个所在来举办免费的艺文讲座，参加舞会民众做会了解东西方园林的属性和风格，吸引不少的民众前往领赏。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公园嘉义公园有一个气功班，那他们里面有一个学员是去旅居法国巴黎大概30年的一个陈教授。对，他每次回来他就会想带一些这种美学的东西，对，那他们就要去借这个场地，后来他们就是一直要到公部门，就是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对，那不然就要付很高的费用，那他们就后来就认识朋友介绍他们到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们很希望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桃山人文馆以社区文化公民打造公民文化社区作为目标，不遗余力来推动包括社区营造、基本各有公民工作。除了接触纪念胡彪清无私的爱和对着家己的背景，更希望化小爱为大爱，聚集众人的力量，做会为社会来付出。最新新闻，中国民王小三加二七彩虹报道。